致辞。好，我们各位嘉宾，我们各位与会的各位家长，本校的各位同仁，还有我们今天最棒最优秀的国安国小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校长早。哇，精神非常的好啊。校长刚才看到我们各位小朋友非常有活力的进场，而且呢非常有创意的进场，那看到小朋友活力然后兴奋投入的一面，真的是国安国小最大的幸福。那今天呢，承蒙各位来宾带来的福气，还有各位小朋友平常的努力，今天我们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相信在国安国小这边任职的老师都知道，我们国安每一次办运动会天气都非常的特别那今年的天气非常的好，那我们呢要请各位小朋友来，首先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的上天谢谢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相信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今天一定都会有非常好的成绩。再来，校长也要借各位小朋友的手，感谢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跟各位家长。好，谢谢各位嘉宾还有各位家长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看孩子的表现，看学校的一些成果。那最重要的，刚才小朋友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来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麻烦。好，那今年呢是我们国安国小十六周年的校庆，那本次的校庆呢，大家从正门口进来应该都看得到，我们的精神堡垒上面所绣的就是我们这一次运动会的主轴我们学校呢的愿景就是优雅、活力、卓越、自信，那以爱跟关怀作为我们的校训所以在国安国小这边就读的孩子，我们的老师都用爱跟关怀来教导每一位孩子，那孩子在这边有多元的发展，那有活力的体魄，相信各位今天看到我们满满的赛程，到了下午四点大队接力才结束，就可以知道我们国安国小每一位小朋友体力都是非常的充沛的。那今天除了有各项的竞赛之外，我们在活动中心的一楼我们有办理各项的艺文活动。我们首先有第一个是异国文物展，因为我们要让孩子除了学习到本国的文化之外，他也要有国际观所以我们在一楼那边有异国文物展。那除此之外，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世真国中美术班的孩子提供他们全国赛的作品。那所以呢，孩子们待会如果说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去看，家长们你们也可以去参观，因为里面有我们国安国小毕业的孩子所以在国安国小除了学科之外，我们也在美术方面有所琢磨，尤其是我们艺境天堂展示了各位小朋友的作品，那也欢迎各位家长待会可以到二楼到三楼去参观。那另外我们今天也安排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书法家吴运进吴老师提供书法作品作为义卖，那如果待会各位家长有到一楼的话，可以欣赏书法作品，那也可以参与义卖的活动。那家长会这边也是支持学校校务的发展，有非常多的义卖品都欢迎各位家长来做参观。所以我们整个运动会除了是孩子的表现之外，我们也强调把平常学生们的一些学习成果跟社区的资源做结合，让国安国小跟社区是融为一体的。好，那最后呢，校长这边要勉励各位小朋友，今天的任何比赛不管成绩怎么样，你们都是最棒的一群，
只要你有认真努力，一定会得到好的成绩。那最重要的，在比赛的时候，除了要努力之外，全力以赴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那敬祝各位嘉宾好事业顺利，阖家平安。那各位小朋友今天成绩都得第一，那本校的大会成功，谢谢。